照，然后会有三分钟提案，但会有计时小天使帮忙，时间到的时候会提醒大家。那大家完了之后呢，自我介绍完就可以分组开工。下午2:30短讲。那今天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台北市议会只能用到，就是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4点就要成果报告，5点撤场。对，那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边的场地环境，男生厕所在左边的门出去，那女生厕所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从左边门出去之后下到地下一楼，第二个是你绕一圈绕到右边这边，女厕在男厕对面的位置，但是因为这个门不能直接出去，所以你必须要从左我的左前方的出口出去。对，那右边这个出去呢是装茶水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大台的饮水机可以使用。嗯，然后今天食物组的食物都会放在大家的正后方。那亲手教学就是我们有几个 mission， 第一个就是消弭语言的障碍，所以假设你真的有不会讲中文，或者是你需要翻译的话，可以用 UD Talk。对，那再来是如果你需要 WiFi 的话，就是可以连这个。那如果有不行，就是有遇到障碍的话，也一样可以找左前方那边的工程师协助。对，那今天因为有场地是架设无线网络关系，所以请大家尽量不要用自己的热点，避免干扰无线讯号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去找共笔，那共笔在哪里呢？你可以开 hack.gdv.tw， 下面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不好意思，就是 hack.gdv.tw， 那你可以在点最右边那个本期共笔，本期共笔点开，你就会看到一个 hack folder， 里面有今天所有相关会用到主要的文件都会在里面，对，像这个样子。那这边就是如果你要找提案的话，左边卷到提案的位置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填跟看大家提案的资讯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理念，就是你已经知道它运作模式，那我们这些提案就是主要是开源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做。那同时它也是公民精神，就是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解决的，不会是个别的问题。嗯，所以如果你有想帮忙的就可以去。那过往的活动可以一样在那个 hack.gdv.tw 上面可以参考过往活动。那今天是第36次。啊，附带一提，我们是从第0次开始，所以今天其实是第37次。好，那来到这边人很多，你要怎么交朋友呢？这个就是依照过去的经验啊，我们大概有30%是工程师，对，然后大概有28%是新参者。不过我有点怀疑这个数据，大家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，不对，对不起，今天就是之前没有参加过居里面黑客松，今天第一次到，可以帮我举个手吗？哦，我觉得应该有50%，耶，好，对，恭喜大家都是黑客。那所以你要怎么办呢？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拿贴纸，然后他身上有贴纸的话，你可以看贴纸，然后跟他聊说，哎，你是擅长什么的，或者是你会做哪些东西，这边就可以聊。那第二个是你可以去怎么样有礼貌乱入呢？就是问大家，那问有几个就是问句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第一个就是请问刚刚哪一个提案在哪里，或者是刚刚自我介绍讲到什么关键字的人在哪里？那你也可以说，哎，我对什么议题有兴趣，有没有类似的坑可以讨论？对，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，有人要不要一起？对，这边都是一个就是欢迎提问、欢迎搭讪来交朋友的问句起手式。那但是你要问谁？对，这边有几个人可以让你问，除了我们主持团队阿美与萌点的人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瞄准坑主。等一下坑主会带这个臂章，所以你也可以看这个。然后或者是 GDB 大使 ，GDB 大使会穿这个，哎，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穿，等一下来 GDB 大使来帮忙穿一下，就是穿这个背心的人都可以问。龙岭帮你画，你帮我画一下，你启动哪几把？耶、yeah ，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写好你的名牌，就是名牌上面有资讯可以让大家看。好，这个龙岭现在在协助，对，看到黄背心的就可以问他。好，那这个比较重要一点，所以我想要念给大家，就是这个是社群的 Code of Conduct 社群守则。那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对会议参与者任何形式的骚扰，所以这次活动会希望致力一个没有骚扰环境给参与者，不管他的年纪、性别、性倾向、身体障碍
疾病、外貌、种族或是信仰。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被要求停止骚扰行为，请你立刻停止。对，那伙伴是谦虚，团队是欢乐，做事是热血，所以请大家一起维持这样的气氛。对，团队喜欢正面的建议跟执行，不喜欢负面的批评。对，所以讨论的时候对事不对人，不要指责他人，就是我们讨论事情就好。那同时呢，请友善的回应新人的提问，不要随便就回他 RTFN 或是 STFG， 看不懂就是不要这样子回答。对，这是个不好的示范。那再来，如果你不知就是参加了跳坑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，要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家可以从帮忙记录开始。那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发现，哎，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你就是打开 HackMD， 上面有网址。那 HackMD 需要登入，所以你需要先点右上角那个登入钮，然后去登入。登入之后呢，你看到这个 HackMD 的画面。要编辑，请点其实左边那两颗按钮都可以点 B， 或者是那个两页式的、都可以点，但是左右翻页的那个比较友善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点那个。你进到这个画面之后，你就可以帮忙做记录。它你打完字，它马上就会被记录起来，不用点，不用 save 或是储存什么的。那如果你还是很害羞，想要用键盘参与，你可以。有几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进 G0V 的后勤中心或是闲聊哈拉区，在 Facebook。那你也可以加入 G0V 的 Slack， 加入方式你可以点右上角 join.gdv.tw， 对，你也可以在 G0V 首页找到这个连接。那进去之后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，General 会有大家在讨论今天的就是现在正在讨论的东西。好，再来是最重要的是吃东西，对，只要认真的吃东西聊天就会产生专案。所以呢，除了吃东西之外，背景我顺便放了刚刚那个阿美语的字巴嘎古玛恩，对，大家就记得巴嘎古玛恩就可以产生专案，对，只要一直吃就会产生专案。但是吃了吃东西之外呢，也请大家注意垃圾要分类。那后面我们有标示，就是垃圾要怎么放，所以请大家丢的时候注意一下。那活动结束的时候，也请麻烦大家一起帮忙复原场地环境。对，好，我额外讲一个，因为今天会有很多的比较多的拍照，所以如果你有不想，因为今天跟台北市议会合作，所以如果你比较不想要入境的话，你可以去柜台拿红色的背带。那大家看到红色背带会知道你不想要入境，会避开。对，好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你就是没有人，就是这是 G0V 其中一个我蛮喜欢的话，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，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，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做。好，那这是这一次大松入坑的，就是协作好伙伴。那主持团队就是阿美萌点快乐好朋友，那中破塞在后面，一个是 Joanne， 一个是小草。对，帮忙负责食物。那报道门神是 AEL、T-Monk、Stella、以杰跟大柱。那今天摄录影的协助伙伴是马克炮，直播是雨婷。对，那主办是 G0B 九松。那外面同时有就是没有人帮你煮咖啡的挂耳包赞助计划，就是大家可以在外面那拿到，就是看到这个咖啡挂耳包。好，那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今天场地因为鼓励大家使用环保餐具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自备餐具的话，可以丢个十块钱进功德箱，然后再来拿免洗餐具。对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来认养大松，就是这个刚刚 hack.gdv.tw 中间那个，你可以点认养大松，大家就可以来 happy hacking 啦。对，那以上是今天的新手教学，那同时我就。接着继续讲，今天的开场。因为还有人没到，还没到，看要不要继续讲那个就是正式的开场。哦，我就正式开场。好，那就是前面是新手教学，然后现在是开场，所以就是再跟大家讲一次。那以后，无名山那一组基地努阿米斯。